嗨悠悠，嗨，我是悠悠。悠悠，今天什么节日啊？儿童节。儿童节，那你想要礼物吗？想哦，如果要不到礼物的小朋友会怎么样？你表演一下，哭哭。要不到礼物的小朋友会怎么样？变小 baby 哦，啊，还会笑笑哦，要不到还会笑笑哦。你要得到，所以你会笑就对了。那你最想要什么儿童节礼物？机甲英雄的福袋。机甲英雄的福袋哦，啊，还有什么？你上次不是说很想要谁？白虎机神。跟龙王。啊，那个黑伞霸王虎呢？我也想要。哇，你那么想要那么多哦。那你觉得今天我真的会送到你喜欢的机甲英雄吗？会啊。会哦。好，那我要拿给你喽，开心吗？儿子，你的儿童节礼物，你看我还用红色袋子装起来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喽？来，给你拆给大这家不看就是吧。红包吗？红包有没有很有感觉？来，这就是你的儿童节礼物，赶快拆起来，应该很好拆吧？我把贴纸撕破了。没关系。这都你的，大哥，粘在这里。哎，好。好，那有没有很期待？是什么？三张五升的卡包。三张五胜的卡包哦，哪里？哎，这什么？面子。还有这个，什么东东啊？这是你的儿童节礼物啊！啊？第二个儿童节礼物，面子，面子一包，不错吧？你看我们会过敏，所以可以擤鼻涕，吃破没有关系。儿子是不是超开心的？笑死！难道说面子？儿子，你儿童节得到面子，开心吗？你不开心吗？这是你过过最棒的儿童节吧？白虎精神龙王，黑神霸王虎。啊，你要怎么哭哭？我怎么可能会送你卫生纸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机甲英雄的福袋，妈妈上网买的。你看，前面图案是你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幻影战狼，哇，你有没有开心？迫不及待想要拿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机甲英雄的福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这个这是什么？袋子。我哇，这看是谁？魔术。儿子，这是谁？儿子，这是谁？这是凯撒斯王。凯撒斯王你看，我拿到里昂里昂，我看，给大家看。里昂的吊饰哦，好可爱哦，是 Q 版的耶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我们把它拆起来给大家看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口罩的袋子。口罩的。哇，你看这是谁？都是你喜欢的哎。啊，我的卡嘞？你的卡嘞？啊，要把它拆开才知道啊。那我们来拆开吧。这个福袋超好的，对不对？你看。哇，有束口袋耶！到时候这是束束口，口袋，对啊，这是束口袋背包啊，你到时候就可以背，来背在身上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帅。然后，哎，哇，你我可以旁边已经有一个了，带你的机甲出去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下一个这是什么？口还有罩。给我们三个口罩，机甲英雄的口罩，带一个给大家看，看机甲英雄的口罩是长什么样子。还不错哎，超好的这福袋，来戴上。好，你看一下，看它是戴谁？哇，有点太大。没有没有，你要把它弄起来，来把它拉起来，看什么图案，把它拉起来。我们戴上了幻影战狼，是不是？戴上了机甲的口罩，然后它还有这个，这个也不错。
这是小，这应该是放口罩的吧？对啊，还是放一些卡片的都可以放。放口罩的。放口罩的。然后、啊、我已经有卡车了，我不需要那个。还有萝卜，把萝卜打开，这个 Q 版萝卜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还有这个，他是谁啊？这是你最喜欢的。对，你拿到你最想要的款式，对不对？哇，太棒了！这是亚克力，立体亚克力。等一下我们组装给大家看。你看，我看，我看，给大家看萝卜。你要不要掉？你要不要掉你的书包？好啊。亚克力是什么？亚克力就是这个啊，这是亚克力啊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丢在你的书包好了，萝卜陪你上学。看李阳。好，组装。哦，你的最爱的李阳。组装完成。这是谁？这是悠悠最喜欢的机甲员了，对不对？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吧。他是李阳，他是雷霆猛狮。他是雷霆猛狮，你每次去打机甲都会用他们两个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你可以摆在那个桌子上，对不对？每天看着你的机甲英雄，然后我要来拆了。你最想要的两包来啦！看老板有没有给我们卡片，这是福袋，我也不晓得有没有卡片哎，应该有吧？有啦。有吗？哎，打开，我也好紧张哦。是什么？给大家看。龙王。龙王，这是你想要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哇，哎，真的是超便宜耶，这福袋。五星龙王哎、欸，哇，好赞哦！哇，等一下要去帮那个老板加个分。我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等一下想用用看这个龙王。好啊。强他给我们。我现在要三连胜，很帅哦。真的哦。哇塞，也太佛心了吧！这福袋真的超级超值哈、哦。是你喜欢龙王吗？是啊。然后这一个不知道什么，再开起来，会不会看会不会让你更开心？是什么？哦，是卡片。也是卡片哦，欸、送那么多，这是什么？嗯，来给大家看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歌姬哦，所以这你也还好。对啊。所以你喜欢的是龙王。赞哦！哇！你今天儿童节开心吗？开心。是不是？那、啊、你刚才拿到那个卫生纸的时候有没有伤心？有点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拿到这个龙，你今天拿到龙网有没有超开心的？然后表现一下开心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你觉得你的儿童节礼物就这样没了吗？你觉得就这样没了吗？妈妈怎么可能这么逊？你等一下哦。好。没有，你看，妈妈还有准备三包红包哦，有没有很期待啊？我给你一次机会，里面有一包是你最想要的卡片，你可以选出你要哪一包，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卡片了。完了！哎呀，你选好了，你都不用迟疑哦。我看一下你选的对不对？哎呦！哇，你运气好好哦！你竟然选到了面子，面子吗？哦，不对，啊，你选到了，我哒哒哒哒哒，哦，有没有吹开心？来，打开给大家看。哇，你等一下肯定又说要去打机甲，对不对？战术啊，这个我已经有了，没关系。它刚好是四张一套，是配的吗？对，配好的，人家帮你配好的。这个用它的话，一定要这样配，比较强。另外两张给妈妈看，给大家看。哇，你笑到合不拢嘴呢，吼！哇，你最想要的黑闪霸王虎，哇，发亮哦。哦，什么？讲不出话了吗？开心到讲不出话吗，儿子？太开心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不要祝大家新年呢？儿童节快乐！哇，咔咔咔咔。
祝大家儿童节快乐、这个是什么？你可以看啊，哇，你很厉害耶，你很幸运耶，三包你也会选到那个黑闪霸王。对啊，卫生纸就没了，就没了。如果你喜欢卫生纸，你就没有黑闪霸王壶了。那、这一包一定又是卫生纸。没错。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哦，儿童节快乐咯，拜拜。你快乐吗？快乐。来表现给大家看一下，耶、yeah!